Here's a shot.吃生的大虾没有吃过，然后呢，这个虾是比较好接受的。 虽然小，但是它很入味儿。 汤汁你们可以用它拌个面呀，或者拌个小凉菜呀，或者是用它做一个什么大虎虾。 比我的手指甲还要大的一个泥轮。